我哋一行五位就係出席咗呢個人大常委會第27次會議啊。咁啊，今天早上咧就係人大常委會咧就係表決嚇通過咗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同埋附件二，咁啊全票通過嘅嚇。咁啊，而且咧仲有熱烈嘅掌聲。咁呢個都充分反映咧人大常委會係好支持呢次嘅修訂工作，大家都好積極投入嚇。咁我自己總嘅嚟講，覺得咧呢個修訂咧就為解決我哋嚇喺選舉裏邊過往出現一啲嘅嗰啲漏洞嗰啲問題，而且咧亦都我哋都睇到咧有人係利用反中亂港嘅有啲分子咧就係利用選舉咧係進入去呢個管治嘅架構裏邊啊，咁咧就有啲一路喺度從事啲破壞嘅嘢啦嚇，癱瘓嘅嘢啊，咁呢個係唔容許嘅嚇。咁呢次中央咧好堅決話一定要愛國者治港，咁所以呢次完善呢個選舉制度咧，都係要充分去點樣體現，點樣保證愛國者治港。咁亦都有啲地方係恢復翻基本法嘅原意啦，咁就因為有啲係中央所講嘅叫做有啲走咗樣，有啲變咗形，咁所以而家咧就要恢復翻嚟。咁我覺得如果我哋喺呢個選舉制度優化之後、完善之後走上一個健康嘅軌道咧，香港未來咧就嗰個民主進展咧就一定會繼續前行嘅，係冇問題嘅。